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张召忠说，我是张召忠。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是这个印度退役的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啊，要拆了。拆了以后干什么呢？造摩托车。我一家脑子就想到那个印度阅兵的时候骑的那各种造型，一个摩托上装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哎呀，我兴奋得很，我跟我们小伙伴说，不行，咱们一定要做一期这样。一讲印度我就来精神呐！维克兰特号呢是印度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这个航空母舰刚开始买的时候呢，是带这个蒸汽弹射器的，带阻拦索的。以后改装的时候让印度自己拆了，装上滑跃甲板，就成了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啊。退役之后啊，维克兰特号呢有一段时间想帮他做航母博物馆，说因为中国人家没有航母，人家都把那基辅啊、什么明斯克啊弄了以后当什么航母博物馆给老百姓参观，说我们印度也应该整啊，说上哪弄这钱去啊，对不对？锈迹斑斑都快烂了，使劲踹一脚就漏了啊，用这么多年，57年买的，你想想，二战等于4、5年以后就开始建造完毕了，这多少年了啊？这快70年了。这不行啊！现在是当博物馆说不行啊，没这么多钱，没这么多钱，最后就说，那还是拆吧。拆就开始2014年到时候拍卖，1000万美元卖给拆船公司了。这个拆船业大家建立一个概念，就有点像那个废品收购站，然后给它进行垃圾处理厂，就是干这个，干这个拆船业。印度是世界第一，对不对？这个，所以卖给拆船公司以后呢，拆船公司就开始动脑筋，就个废钢铁，这能赚回本来吗？1000万美元赚不回来呀。最后就想了个主意，所以任何事情营销特别重要，想了一个什么主意呢？就是说，维克兰特号。是印度建国以来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跟我们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是不是？而且参加了1971年的印巴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我们培养爱国主义，这个民族主义这样的精神啊，就要从然后纪念这艘光荣的航空母舰开始啊！老兵不死，我们把它的钢铁融化了之后。要制造摩托车的零部件，大家买摩托车就是爱国的象征。哇塞，一下把一个拆的一个破航母跟整个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了。哇，老百姓说，赶紧拆呀，我们要买摩托车啊！慢慢的，现在卖出好几年去了。其实就拿几个零部件啊，就拿那个钢铁融化以后造的，就告诉人家这个摩托车是拿这个。航空母舰的钢铁造的，就这么一个营销策略，这一下让我想起来当时，墨尔本号拆之前，我在舰上待了1个多月，咱们中国买了以后就拆了以后就变成钢水了啊，那个大头针啊刀片啊，就全干成这个，当时没想这营销来，要是搞个什么东西挺好。前不久我跟那个空中网的老总王磊磊聊天。他问我，他说你在伊拉克待这么长时间，那边还有认识人吗？我说都死了，战争里头大部分都死了。我说啥事儿？他说他们原来弄咱们那590坦克啊，打了个不像样的。我想弄点坦克回来，把它融化以后，弄个什么纪念品啊，制作个模型啊，搞个戒指啊啥的。你看这有个念想，你看，所以说这些人他们这个想法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这个可以干啊，这事儿可以干。现在说这个退役航母，我给大家建立一个概念，说是这个一艘航空母舰是造价多少啊？现在造一艘航空母舰，美国就得100多亿美元，100多亿美元。说拆的时候能卖多少钱？拆的时候就不值钱了。新车呀，和报废的车那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航母一报废，又值不了几个钱。
啊，威克兰特还好，卖了1000万美元，就是卖给自己国内的拆船厂，这样算贵的呢。英国皇家方舟号当时卖了，啊，卖给土耳其造船厂，卖给土耳其造船厂卖了290万英镑，啊，是不是？说美国那个钢铁好啊，对不对？美国那个钱，我跟你说吓死你！萨拉托加号吧，比方说，萨拉托加是福勒斯特级的8万吨的航空母舰，这是二战以后美国建的第一个级别的正儿八经的航空母舰，8万多吨，造得非常好。94年退役的，服役38年，啊，服役38年不算最长啊，好多航母都服役50多年，所以这钢铁政绩还可以。2014年。这个卖给谁都不要，最后这海军着急呀、啊，说是这个呵呵，这都不要扔在这个地方，我没钱伺候他，对不对？所以最后就请人家那个拆船厂，说你们就收了吧。拆船厂说这累赘，我要这玩意儿干啥呀？啊，最后说多少钱？还谈钱？你白送我都不要。这个萨拉托加号8万吨的航空母舰。啊，这个拆船公司还让他倒贴，这海军说你怎么着也不能让他们倒贴呀。这话说句不好的，1美分出售以后，人家造船厂用了18个月去拆解，把那些废钢铁啊什么的，这个舰艇呢现在是越来越不值钱，跟它这个材料有关系。那墨尔本号那个航空母舰是澳大利亚的，弄在广东中山市来拆，啊，拆之前我上舰上去看。我说这帮人从航空母舰上往下搬东西，搬些啥玩意儿？我看一个，那都是有关系的，啊，都往下拆。那个时候那水龙头都是铜的，二战时候造的，那管道都是铜的，那家伙敲不下来，拿家去都是物件。一说航空母舰上拆下来的，啊，桌椅板凳那些都往家搬，脸盆儿啊，铜的都是。那个时候，你现在这都是那个，都是化工材料做的。啊，整的那个什么钢的这种，不怎么太值钱啊，不怎么太值钱。1美分，啊，1毛钱都没卖，卖了1美分就把一个8万吨的航空母舰给卖了。光卖了还不行，海军说整个的按照美国的法律，整个的拆除的过程，我们要全程的派海军代表去监督，防止泄密。原来我做了一期节目，就讲这个伊朗的 F-14 战斗机。这个 F-14 熊猫啊，70年代、80年代弄出来之后，美国谁都不卖，就卖给他铁哥们儿伊朗空军，买了一堆 F-14。买完了以后，结果1979年，这个美伊之间因为这个使馆嘛，啊，人质事件，最后就一直断交，断交以后，F-14的零配件就没了。没了之后呢，美国的 F-14 还在使用啊。所以这个期间就造成了很多黑市的零配件的交易，啊，以后呢，美国的 F-14 退役了，结果伊朗的 F-14 缺零配件，然后就在网上黑市上买好多零配件，美国就一生气说把这个 F-14 都给它拆了，啊，全拆不烂了，拆不烂了更好卖了，网上走私更好卖了，是不是？最后说弄到很小很小，就是像螺丝钉这么大小，这才算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美国海军呢就说不行，这个技术一定不能外泄啊！海军自始至终在监督这个事儿啊，监督这个事儿。这个因为你没看到，我们没看到美国往外卖航空母舰啊。美国航空母舰前前后后造了200多艘啊，它一般呢只向盟国，像英国啊，二战的时候转让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它不往外卖啊，还是一个军事保密的问题。尤其像这个福莱斯特级的，像歇脚甲板呀、蒸汽弹射器呀。箱式的整体结构的建造，这些个都是他确立的航母标准啊。这个确实还有一些保密的问题。说是这个核动力航空母舰要拆的时候，那是不是更复杂呀？啊，更复杂。这个美国现在就退了一艘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啊。这个美国呢，这个退役舰艇的一年的管理费2000万美元。他们估算了一下，要拆这个企业号航空母舰，至少要花费7000万美元，啊，这是常规的。说拆核动力航空母舰得多少钱呢？这麻烦了，这牵涉到核废料的处理、环境的污染的治理、舆论的压力啊，拆除成本特别高，你弄不好，我给他弄核泄漏了也麻烦了。企业号是8个核反应堆，啊，
大家算了一下，要把这些核反应堆所有东西都处理完，需要十几年，需要大约花费17亿美元，整个全算下来，包括污染治理。拆除核反应堆的这个程序是，先把那个核燃料给它拿走，啊，拿走以后那个重水管道、水箱都给它抽了，就像咱们这个地暖，有时候加热，有时候不住。然后又懒得花那个供暖费，就把那个水都给它排放了，都抽了。要不那个水里边都有核辐射啊，所有的放射系统全都密封起来，密封起来以后，反应堆也给它密封起来，给它放到一个密封罐里边，一个大罐里边，然后转运到国家那个专用的储存池中，永久的封存。你不能说扔到地下，扔到海里边，那不危害人类吗？这些个都算。所以说，大家说，哎呀，还是发展核动力好，常规动力不好。是核动力好，用着痛快，你这个后处理可太麻烦了，啊，太麻烦了。大家好，我是张召忠。最近呢，我出了本新书《进击的局座悄悄话》。请你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到局座赵忠微信公众号“军品会”商城可以购买，谢谢你的支持。说拆航母，大家很少听谁跟你讲一个航空母舰讲拆航母，这是没什么意思，大家都讲造航母啊。这家伙中国正在建造新的航母，整天长枪短炮在那盯着，拆航母的时候都没人管。其实这个拆航母挺有意思啊，维克兰特号拆，我们看一个照片，那直接大卸八块啊！我估计他用雷管，把雷管塞上布上以后，一点点，嘣，家伙爆炸了。爆炸以后，拿那个吊车，拿那个牵引车，放个托索一拽，嘣，全甲板就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暴力拆除。这个暴力拆除在发达国家是绝不允许的。啊，对不对？你得先烧烧香，磕个头啊，对不对？你这都是有功之臣呢，啊，对不对？所以你说拆就拆呀，啊，这怎么行啊？啊，这大不敬啊！所以这个克莱蒙索号是法国的一艘战功卓著的航空母舰啊，几次大的战争都参加了，海湾战争啊，这些都参加了。这个舰呢，是1997年退役的。啊，服役了36年，退役之后呢，先是卖给西班牙，这个是顺利的，结果西班牙呢就转手就卖给土耳其了。哎，这法国海军说，得到消息以后，你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然后西班牙的这个公司把这个克莱蒙索直接卖给土耳其后就开始往那个土耳其送，在西西里海域，结果被法国海军的驱逐舰给拦下来，说你干嘛去？你往土耳其送，那不行。你要万一泄密呢？啊，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随便卖给西班牙呢？你怎么能转手也不跟我们商量呢？对不对？那这个事儿呢，就慢慢酝酿，酝酿以后呢，酝酿出一个失眠的事儿来。这慢慢，这新闻记者就开始挖新闻呢，就说这个土耳其整个一傻帽啊，买这个舰上面好多失眠，那失眠是致癌的。你说你们不考虑生命安全吗？这怎么能拆呢？哇塞！失眠致癌，举世震惊。大家说啊，这个舰可不能买。这个舰是失眠是啥玩意儿？那失眠瓦吗？对不对？我原来在农村里面用的，就是没搭个小棚子啥的，弄两个失眠瓦就放上就完了啊。60、70年代呀，失眠是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啊，造船呀、建筑它阻燃材料嘛，啊，这个锅炉上啊。这个暖气上啊，包一些这失眠嘛，阻燃嘛，保暖嘛，就这样的，啊，以后呢，人们越活越金贵啊，就说哦，这东西可以致癌，就开始胆战心惊，啊，胆战心惊。然后这个法国呢，你说本来他卖了就卖了嘛，因为找事儿，找事儿以后，结果最后这怎么办？人家不买了，西班牙也不买了，说你自己留着药吧。这个西方好多这个环保组织。环保组织一看这，我们的机会来了，就开始举着大旗到街上静坐游行，然后就反对拆除，说上边这个失眠是致癌的，你们不能说到处扔，一定要拆，啊，这逼的法国政府就说那就拆吧，花钱，拆差不多了，说没多少了，
啊，一个3、4万吨的航母，现在就是还剩46吨实棉，这扔上边，爱谁谁谁买谁买吧，这不造不成什么太大的危害啊。环保组织说哪有46吨，啊，起码还有1000吨啊，1000吨。印度说没人要，实在没人要，我们要，我们1000吨无所谓，那石棉还有用呢，印度就给买了。印度买了之后，结果这个环保组织说不行，不能给印度啊，根据这个巴塞尔公约啊，有毒的废物净化是有规定的，怎么能你说买就买了呢？啊，你污染法国不对，污染西班牙不对，土耳其不对，污染印度也不对，对不对？人类都是平等的，又开始折腾这一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成为一个弃儿了啊。结果呢，印度就冒着很大的风险，就说那就先拉我们这儿来吧，拉我们这儿来以后，我们准备买。结果呢，这个欧洲的这个环保组织的成员又跑到印度，在印度大街上游行示威，说不行。这事儿呢，就闹到最高法院去了。这个环保组织闹到印度的最高法院，说是要告这个商家，啊，这无良商家就知道赚钱啊，这个印度绝不能要这个。哎，结果这个时候呢，在法国那边呢，就100多个知名人士、社会名流啊，然后开始给希拉克总统写报告，你就说这个事儿不能卖了，还是拉回来算了。希拉克说，人家印度要买，人家也付钱了。而且这个船呢也快到印度了，你让他们拆就拆了呗，啊，就在海上等着，等着以后呢，结果最高法院最后判下来终审说不能允许拆船公司买这个舰，结果在公海上等了半天，最后又没出去了，没出去了，啊，没出去了以后呢，这个法国说这怎么办呢？70%的人说干脆把它拉回来算了，拉回来咱们自己拆。猜，那就哪来哪去，打道回府了。所以这个时候，希拉克总统说：“那就回来吧。”那怎么办呢？转了一圈，去的时候呢，历尽艰辛，啊，走的这个苏伊士运河，走苏伊士运河以后呢，这个埃及就说了，根据这个巴塞尔公约，你走苏伊士运河是违法的，啊，这个不行，啊，这外交部就说那不行不行，咱们得谈判。一谈判以后，这个埃及就说，实际上这个事在人为，巴塞尔公约是巴塞尔公约，但是事在人为。你看，这个多来点这个钱就可以了啊！最后交了一大笔钱，这现在回来，这个法国人头大，说：“哇塞，走埃及苏伊士运河又得这样，这算了啊，这算了，这个要给我扣那儿，这一天运费，弄一大拖船呀，这一天那大拖船人吃马喂，这一天多少？45000欧元呀！”我天，一天4万5千欧元，要让弄的那个苏伊士运河中间再不让走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一天4万5千欧元，这是花得起吗？就是绕好望角啊，就是绕好望角。哎呦，我天呐，就绕好望角转了2月，转了你的拖船呀，一天走不了多远呀，几节的速度啊，绕好望角回来。啊，这个说是这次可以了，这次这个总统啊、政府啊都定了，这次给他弄了布雷斯特市啊，到那个地方去拆。结果呢，快到布雷斯特市了以后的布雷斯特市长说：“不行，我们不欢迎这个舰，在我们这儿造的时候就污染我们这个城市了。现在你死了以后还想弄我们这儿，我说不要啊，不行。”老百姓又开始示威，又开始这样。哎呦，这没出去了，没出去了，没出去以后，这个从2004年就是折腾到2009年，成了世界大事了。一天去看游行，5年期间打了不少的官司，遭了不少的白眼，丢人现眼，不受待见啊。最后终于，英国说：“那你不行，跟你那个英格兰船长商量商量啊，咱们英法关系也挺好，让他们给拆了吧。”啊，那最后就是还是英格兰船长，啊，给他拆了。拆了以后，这石棉的事儿呢，算是印度记住了啊，因为最高法院当时有一个终审，就是这个装有大量石棉的啊，这个克莱蒙索号就不能够让拆船厂去买啊。然后呢，就是2004年嘛，这不是这个印度想买这个戈尔什科夫号航空母舰吗？啊，谈了半天就嫌贵啊，普京就说。咱们俩谁跟谁还买？他谈钱干啥呀？啊，对不对？那不是
一谈钱不就疏远了吗？你就印度和俄罗斯这关系怎么还能谈钱呢？送给你们了，参加谈判的那些代表一下说，哦，总统先生，刚才你那句话那个翻译好像没准确的翻译了，不用翻了，就直接送给你们了，你们记录在案。啊，这么大艘航母说送就送了，也不要钱，上当啊，上当！哎呦，送了一艘航母，一个诱饵，最后就折腾了十几年，花了28亿美元就造进去了。印度呢，他算是把这个石棉这事儿记住了。记住以后，他要求呢，这个锅炉里头的这个阻燃材料不能再用石棉，因为石棉是致癌的啊，所以要把它变成耐火砖。哦哟，所以这个以后就出来我原来给他说那个话了，要去试航。我说你试航可以，但是你这个别起火就行。没想到当天就起火了，8台锅炉烧了7个。这个7个里头最后进行事故调查，这耐火砖不行，赖中国。耐火砖肯定是中国生产的，哈哈，赖中国，世界上好事儿。出来以后没说中国啊，哪儿坏了以后都赖中国。所以今天这期呢挺好玩，我给大家讲了讲这个拆航母的事儿啊。通过拆航母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边边角角的有关于这个拆船这方面的一点小知识，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